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源频道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，明年逃不过大富，这六个生肖要发一笔大财，连望三百六十五天。许多人对明年充满憧憬，大家都希望明年能有个好收成。今天小编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十二生肖的看法，哪些生肖明年不会发财，哪些生肖注定发财。 连望三百六十五天，羊年出生的羊为人慷慨大方，同时他们一生都受人欢迎，并且善解人意，没有什么是他们学不到的。从此，羊年出生的人就很难再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了。过了今年的最后十几天，明年的第一天，运气好的话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生意也会来的。 另一方面，最近他的事业进展顺利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从那时起，他赚了很多钱，连望拥有三百六十五天的财富和繁荣。兔生肖兔今年的运势不好，但是明年生肖兔的运势会逐渐稳定，随着你事业的进步，你的收入也会增加。这主要是因为明年是狗年。 兔年出生的人的运势会加强，而且在狗年，兔年出生的人会有很大的运气。所以，兔年出生的人在狗年会得到吉星的帮助，会给人带来高贵和繁荣。那些出生的狗狗年出生的人，今年运势平平，不会有太大的进步，陷入恶性循环。无论他们如何努力，都很难成功。 幸运的是，他们足够坚强，足够稳定，足够耐心。只要继续努力，熬过这一年，明年一定会发财，改变容貌，成为富贵人家。明年开始，你家业兴旺，事业成功，生活富裕，幸福美丽，很难不羡慕你。今天过后走狗屎运，将会有百年一遇的横财运。 三生肖生肖马生肖马的朋友，今天过后吉星庇佑，运势攀升，身边机遇多多，闷声发大财，大爆发，天天发，生活可谓是一顺百顺。同时，工作上虽然表面风光，但实则有很多操心事。往后横财袭来，大富特富。生肖猪生肖猪的朋友，今天过后运势枯树开花。 财运大开，好运也滚滚来，存款将会暴增，并且容易得到贵人的重重提拔。生肖猪他们横财排队进家门，整体运势相当红火，贵人化身财神进家门送财。同时，应当注意不要盲目攀比，学会理性消费，相信良好的付出是成才之道。往后步步高升，生活幸福。 生肖牛，生肖牛人，命带财星，一生早晚都会出人头地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财富会越聚越多。今天过后迎好运，贵人生门，财神送钱，大吉大利，实力上升明显，在事业上有大的进展，赚钱有千条路，求财轻松自如，很容易发大财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好人有好命，人傻钱却多的五大生肖，一辈子贵人最多。看看有你吗？我们经常说“傻人有傻福”这句话，在风水文化中有一定的道理。生活中总会有些人看起来傻乎乎的老好人，其实他们只是比较天真。正是这样的人。 走到哪里都招人喜欢，而且能够逢凶化吉。那么，什么生肖的人人傻钱多，注定好人好命，可以老老实实享福呢？生肖羊，在许多人眼里，属羊的朋友属于情绪很平稳，很少大喜大悲，做事上也很平静，不会急功冒进或者停滞不前。从世俗的眼光看。 他们大多平平凡凡，但是一生的好运都很不错，这是因为他们天资聪颖，把一切利弊都看在眼里，懂得制衡之术，常常以逸待劳。生肖牛，属牛的人心眼实，为人一根筋，除了脾气强点，其他方面，实在是好到一塌糊涂，总是做老好人，为了帮别人把自己搭进去。 吃亏了也只是嘿嘿一笑，不记仇也不生气，心态十分乐观，属于越吃亏越有福气的人。不光运气很好，横财也偏多。生肖兔，属兔的人看似精明能干，其实就说刀子嘴豆腐心，心软而根子也软，就说硬在了嘴上，出了名的热心肠，乐于助人。 帮起别人来，甚至会把自己搭进去，生性逞强，吃了亏也不说。其实为了别人没少吃亏，自己倒没捞住什么好处。这样耿直善良的属兔人，终究会遇到懂得珍惜他的人，让他老老实实享福。生肖猪，很多人认为，属猪的人就是迟钝、木讷、傻里傻气。 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，他们不但很聪明，而且很细致，行事稳健。只不过他们身上的敦厚和善良，误让人以为他们是傻。其实他们才智过人，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出色的表现。因福星加持，贵人辅佐，所以他们更易获得事业成功，赚钱特别容易。 富贵双全，生肖狗，属狗的人内心刚毅，能吃苦耐劳。虽然外表给人感觉，老实本分，很木讷，有点傻，但是其实他们为人精明，非常具有同情心。而正是这种善良的特质，让属狗人拥有了不错的人缘。若是能力充分发挥，必是行业岗位上的佼佼者，易获得成功。 他们赚钱能力也非常强，能白手起家，富甲一方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。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天生凤凰命，四大生肖女，虽相貌平凡，但能旺子旺夫，更旺财。十二生肖，作为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历来都深受。 人们的喜爱与关注，这十二种动物不仅仅是时间的象征，更是人们性格、命运、婚姻、财富、晚年、寿命和家庭等多种生活层面的写照。而在这些生肖之中，鸡、牛、兔、龙这四位生肖女性，更是被赞誉为“天生凤凰命”。虽然她们可能相貌平凡。 但却能够旺子旺夫，更旺财，让家族因他们而荣耀无比。先来说说生肖鸡的女性。鸡历来被视为勤劳、节俭的象征，而生肖鸡的女性更是将这种特质发挥的淋漓尽致。他们在家庭中总是能够精打细算、勤俭持家，让家庭财富不断积累。不仅如此。 他们还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，用自己的智慧与耐心为子女们铺设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。在他们的引导下，子女们往往能够出类拔萃，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。而他们的丈夫也能够在他们的支持下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。正是因为有了生肖鸡女性的付出与努力。 家庭才能够和谐美满，财富滚滚而来。接下来是生肖牛的女性，牛是勤劳坚韧的象征，而生肖牛的女性则将这种特质展现的淋漓尽致。他们在生活中总是默默无闻的付出，为家庭创造了一个稳定而温馨的环境。他们在婚姻中对丈夫体贴入微。 关爱备至，在家庭中，他们则是孩子们的坚强后盾，用自己的耐心与智慧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。正是因为有了生肖牛女性的支持与付出，家庭才能够和谐幸福，子女们才能够茁壮成长。再来说说生肖兔的女性，兔是温柔体贴的象征，而生肖兔的女性。 则将这种特质发挥的恰到好处。他们在生活中总是能够细心体贴的照顾家人，让家人感受到无尽的温暖与关爱。他们在家庭中不仅是孩子们的慈母，更是丈夫的贤内助。他们用自己的温柔与智慧，为家庭营造了一个和谐幸福的氛围。正是因为有了。 生肖兔女性的存在，家庭才能够充满欢声笑语，充满爱与温暖。最后来说说生肖龙的女性，龙是尊贵、智慧的象征，而生肖龙的女性，则是这种特质的完美诠释。他们在生活中，总是能够展现出高贵的气质与智慧的头脑；他们在事业上，能够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 在家庭中，他们则是丈夫的得力助手，孩子们的榜样与引领者。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与魅力，为家庭带来了无尽的荣耀与光彩。正是因为有了生肖龙女性的存在，家庭才能够繁荣昌盛，家族才能够因她们而荣耀无比。这四位生肖女性虽然相貌平凡， 但他们却能够用自己的勤劳、智慧、温柔与高贵，为家庭带来无尽的幸福与荣耀。他们是家庭的顶梁柱，是丈夫的贤内助，是孩子们的慈母与榜样。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，家庭才能够和谐美满，子女才能够茁壮成长，家族才能够因他们而荣耀无比。在《生肖与命运》一书中提到。 生肖不仅影响住个人的性格与命运，更在家庭中扮演住举足轻重的角色。这四位天生凤凰命的生肖女性，正是这一观点的最好诠释。她们用自己的行动与付出，证明了生肖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深刻影响与重要意义。当然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多种因素。 共同作用的结果，生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应该珍惜身边这些勤劳、智慧、温柔与高贵的生肖女性。她们的存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与幸福。总之，生肖鸡、牛、兔、龙这四位女性，虽然相貌平凡，但她们却能够用自己的特质与魅力。 旺子旺夫更旺财，让家族因他们而荣耀无比。他们是家庭的骄傲，也是社会的瑰宝。让我们一起为这些天生凤凰命的生肖女性点赞，感谢他们为家庭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。 神志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。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。 自立等人，大愿就可以实现。